上来，你等一下嘛。And now for the local news, Pacific Day, the manager. 请问你能不能说说当时的情况？哦，我当时呢，我看见一个飞碟，嗖一下子从这边飞到那边去了。可不可以详细说说那个飞碟？那个飞碟呢，会飞的，但是飞的摇摇晃晃的，我怀疑它撞过。撞？就撞过车，好像是撞坏了。哎，我还拍了照片呢。先生，您用什么相机拍的呢？哎，我那玩意儿可贵了。至于什么牌子，我不方便说。那个飞碟有没有发出什么声响？嗖的一声嘛，我刚才说了，嗖一声啊，你听过没有？嗖一声。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？我没钱呢。就买这一次，以后永远都不买了，求求你了。放手！放手啊！放手！放手啊！站住！A custom toy for Pep's birthday. Thanks for being there. Get a puff flush toy now.